25厘米投出80寸大屏，风米连发三款激光投影仪，最小直接装进口袋。吃东西10月20日消息，风米科技刚刚发布了风米 R1 Nano 超短焦激光投影仪、风米 XE 激光投影仪、风米 PE 口袋激光投影仪三款新品，这三款新品用到了 ALPD 激光显示技术，而这种技术目前大多应用在影院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便携式投影仪可以实现 800ANSI 的亮度，画面更清晰，机身集成实体按键，以及 PD 协议充电宝供电的设计。从风米今晚发布的三款产品，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，便携、高显示素质以及智能化式风米做智能投影仪锁定的三个核心要素，而这三个要素也是目前用户对于这类产品的核心诉求。